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个鸡爪，这在我冰箱里面躺了两三个月了，我才发现它是冷冻的，还没坏。喜欢啃鸡爪。好痛啊，它这个地方好尖，好久没啃鸡爪给你们看。啃着肉多的，它这个味道就是卤过的，上面撒点那种辣椒粉，就这种味。再来，我喜欢吃鸡爪里面那个筋。还有这个粗的甲，指甲，特别练嘴皮子啊，这玩意儿。有点辣，但是它这种辣一点都不刺激。这骨头小骨头有点多。再啃一个，这声音好听吧。记得双击哦。我就把这个地方黑了，换一个。冰冰的，它鸡爪是大鸡爪，骨头也很硬。双击，么么哒。